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咏春拳的基本形态。一、手法。连环拉手。二字前仰马预备。左护手，右绑手。左回扫变扶手，右手沿中线冲拳。左右摊打，二字前仰马预备，右摊手，左中线冲拳，右冲拳，左摊手，左右拉打，二字前仰马，左预备式，左拿带，右冲拳，右拿带，左冲拳，磨打，二字前仰马，左预备式，右冲拳，左回磨，破牌掌靠，两脚前后站立，左掌指向上，右掌指向右，左腿上步，屈膝前顶，双掌向前推出。二，腿法。侧蹬腿，右预备式，右腿向右前方蹬出，横于体侧，捆手侧蹬腿，左预备式，左摊手，右绑手，右腿向右前方蹬出，横于体侧，掷腿，右脚停于右侧空中，横于体侧，身体右转，右腿向右下方横扫。三，靠法。进步肩靠，右手中预备，右进马，右肩向前顶靠，左手护于右肩前，转马肩靠，两脚前后开立，左手中预备，以左肩向前顶靠，右手立附于左腋前，转马膝靠，右臂下垂预备，身体右转，左脚蹬地发力，右膝向右顶靠。四段单练套路。现在请完整的欣赏一遍四段单练套路。现在请看四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完整示范。
现在进行四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并步直立，二字前仰马，右摊左扶，右进马冲拳，进马左冲拳，进马右冲拳，右侧蹬腿，掷腿，右转马护膀，左连环拉手，左转马护膀，右连环拉手，右转马护膀，破牌掌靠，上步肩靠，转马膝靠，双离手，二字前仰马。现在请看四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掷腿，右腿脚腕内扣，向斜后方扫落，左连环拉手，上下换手要迅速，消打同时，破牌掌靠，推掌与膝靠同时到位，转马膝靠，右脚蹬地，以腰胯发力，带动膝关节向外拧转。现在请看四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四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分解教学。双离手，退马枕手，退马摊手，退马枕手，捆手侧蹬腿，前仰马，左转马右冲拳，右护膀，转马右摊左打，左护膀，转马左拉右打，退马磨打，转马肩靠，双离手，二字前仰马，并步直立，抱拳礼。现在请看四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捆手侧蹬腿，以身体中线为轴，以捆手为圆周转动，带动左腿侧蹬，退马磨打，磨手冲拳退马要同步，转马肩靠，以腰胯发力带动身体右转，四段对打套路。现在请完整的欣赏一遍四段对打套路。
现在请看四段对打套路第一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四段对打套路第一小节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甲乙并步直立，二字前仰马，甲乙双离手，甲进马右冲拳，乙退马枕手，甲进马左冲拳，乙退马摊手，甲进马右冲拳，乙退马枕手，甲右侧蹬腿，乙捆手侧腿，甲掷腿，乙前仰马，乙冲拳，甲护膀，甲左连环拉手，乙右护膀。现在请看四段对打套路第一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甲右侧蹬腿，乙捆手侧蹬腿，乙转身捆手侧蹬甲支撑腿，甲掷腿，乙前仰马，甲以腰胯发力向斜下方扫带乙小腿，乙转马右冲拳，甲左转马护膀，乙身体转动推肘冲拳，甲转马护膀将乙带偏。现在请看四段对打套路第二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四段对打套路第二小节分解教学。乙转马右摊左打，甲左转马护膀，甲右连环拉手，乙左护膀，乙转马左拉右打，甲右转马护膀，甲破牌掌靠，乙退马磨打，甲上步肩靠，乙转马肩靠，甲转马膝靠，乙前仰马，甲乙双离手，甲乙二字前仰马，并步直立，抱拳礼。现在请看四段对打套路第二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甲右连环拉手，乙左护膀，甲拉手冲拳换手要快，乙顺势成绑手，甲破牌掌靠，乙退马磨打，甲推掌膝靠要同步，沾衣变掌贴肉发劲，乙顺势退马磨打，甲上步肩靠，乙转马肩靠，甲借乙引带之力肩靠，乙顺势转马肩靠。四段拆招，首先请完整的欣赏一遍四段拆招动作。进马冲拳拆招，
立马斩首拆招。 侧蹬腿拆招， 捆手侧腿拆招， 掷腿拆招， 连环拉手拆招。 右摊左打拆招， 左拉右打拆招， 破牌掌靠拆招， 退马磨打拆招， 上步肩靠拆招， 转马肩靠拆招， 现在进行四段拆招动作分解教学。 进马冲拳拆招， 甲右进马右冲拳接左冲拳， 退马斩首拆招， 一右进马右冲拳， 甲左退马左斩首， 侧蹬腿拆招， 一右进马右冲拳， 甲侧蹬腿， 捆手侧腿拆招， 一右侧蹬腿， 加捆手左侧蹬腿， 掷腿拆招， 加右侧蹬， 以绑手侧蹬， 加掷腿， 连环拉手拆招， 甲乙搭手， 乙左横带， 右冲拳， 甲连环拉手。右摊左打拆招，甲乙搭手，以右拉手左冲拳，甲右摊左打，左拉右打拆招， 以右进马右冲拳接左冲拳，甲左拉右打，破牌掌靠拆招，以右进马右冲拳甲绑手，以左冲拳甲破牌掌靠， 退马磨打拆招，以左进马左冲拳，甲退马磨打，上步肩靠拆招，甲左上马左冲拳，以退马拍手，甲上步肩靠， 转马肩靠拆招，以右上马肩靠，加转马肩靠。